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简单的宝剑。需要用到长宽比为2:1的长方形纸，可以用正方形纸从中间裁剪开，用其中一半来折就好。首先两个长边对折。上下边折向中间的折痕，两个小角往里折。然后这个外侧的边折向中间的折痕，我们看一下箱梁的部分，这部分把它撑开，压成一个小三角。这一侧也一样，外侧的部分往里折，然后处理一下箱梁的这个部分，撑开，压成小三角。这样一款宝剑就完成了。看完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